师兄，这平白无故就捡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，看来啊，只有拜托你了。不过我看这孩子也算是跟我有缘呐。哎，干脆啊，这个就当做他的见面礼好了。反正我又不识字，也看不懂，你看得懂你就教他了。干身大纳多。 是乾坤大挪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他是块练武的材料。是吗？那就拜托你了。到此了，借力使力。你轻功进步多了，下次你还要借力使力，拜托你穿双鞋啊！ 天地两极生乾坤，阴阳化气演众生，天下万物之变动离不开一个气字。师父，我听不懂。世间万物都是由分子构成，乾坤大挪移是用气将万物的分子打散，分解眼前事物，再将分子重组，在短暂的瞬间可以凝成时空停顿，甚至逆转时间。 我叫方世杰，从小在功夫学校长大。师傅说呢，小时候我是在篮球场边捡到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只要听到打球的声音，嘣嘣嘣嘣，心跳就会一直加快。不是心脏病哦，是我在球场，总是可以看到他。 过了恋爱的年纪喽，呜呼！其实感情这条路上呢，我也不是全然交友白卷哦。在我生命中，曾经有过三个女孩愿意为我牺牲自己。在我情窦初开的时候呢，有个女孩愿意为我而死。你要是再缠着我，我就真的死给你看。在我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呢，有个女孩愿意等我到下辈子。想要做我的男朋友，下辈子吧。 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女孩愿意跟我共赴黄泉。要是你再不把钱还给我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这里是功夫学校，你们应该都看得出来吧？ 我长大的地方就是这里了。严格说起来，自从我师父走火入魔死掉以后呢，我就变得更好胜。他们是飞师傅跟吴师傅，自古以来少林武当一脉相承，而他们已经是第88代和第99代的传人了。
他们是学校的夫妻档，林师傅、黄师傅。不对，听说他们是透过笔友联系认识的哦。除此之外呢，学校还有一个人不能不知道，他就是人称天下第一神拳我们的校长王彪。看见了吧，江湖路上胜者为王，这就是我的工作，校长专用的人肉沙包。哼，他的拳软弱无力，我只要用上铁布衫一点都不疼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准用你的铁布衫当我的拳头。罚你今天不能吃晚饭，不能回来睡觉，给我滚出去。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放完手了，回不去。想在这里过夜是吧？我在这边过夜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？看你样子是没吃饭，没吃饭怎么睡觉呢？我不饿。不是不饿，是没钱。来。不用。喂，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打个赌，如果你能把这个铜板丢到我嘴里，行，我就请你吃饭。当然不是那么近了。没多远，这里就可以了。厉害吧？法国大餐，
想不想吃啊？真贵。贵才有诚意嘛。喂，我们是贵宾，有特别通道，跟我们来吧。喂，喂贼，马贼，马贼，啊，太厉害了，现在要吃饭了是吧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。他们很罩得住的，这锦流街就是他们的地盘，和我跟我一样，不喜欢回家了。我呢，算是他们的贵人，不过我也有贵人。阿宝。啊，老爸。我女儿阿宝，像不像我？惨啊，一点都不像我，像他吗？我还以为骗过来了呢。当然不会了，今天有贵宾。来了个正经的套餐 ，OK？ 嗯。嗯，好。开胃菜啊，就法国田螺。今天晚上、啊、很多女士吃剩下，再等一下还有一桌客人牛排剩很多、哦。来，干杯。酒类加酒是吗？哦，老爸嘴真灵，一试就中。这啊，可是酒二加酒四还有酒六，三桌客人的酒混在一起的呢。人家喝酒是喝年份，我是喝年代，整杯都是90年代最好的红酒。试下田螺。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去看客人走了没。来，为我们发财大吉，干杯！什么发财大吉？我的发财大吉就是双剑合璧。你的身手，我的头脑。你看这颜色，很棒吧？它的味道更纯，就像是21世纪最好的威士忌。尝尝看。嗯，真的很好喝。当然好喝，这酒比正牌的威士忌便宜1000多块，客人根本分不清是好还是坏。贵的就是好酒。虎哥，那边有个凯子要跟我玩飞镖，1把200块，你知道了，飞镖没人赢得了我。嗯。如果我们把这种酒放在真酒的瓶里，肯定不会有人知道。我请你3，怎么样？虎哥，再200。不可能吧？你没有输过哦。这次我一定赢。我一张，我还以为谁这么厉害呢。啊，阿虎，哎呀，我都忘了这个场子是你的，那就当没发生过好吗？你偷了我的钱再拿来还给我，这算什么呀？啊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老婆是非常好的朋友来的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然后你还留在我身上。阿杰，你忘了我们约的人了，来走了走了走了，你喜欢去坐到别家去吗？来，快点走，快走，走啊！阿杰，走啊，走啊！
决定了没有？我们能不能把窗户开一扇？我开会的习惯是为了保密，没有结论之前，所有人窗都不能开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学校绝不答应你要合并的要求。块大，份儿足，够你掉眼泪的吧？都是你的。昨天晚上有本校学生在外闹事，砸店伤人，对本校声誉影响甚大。我希望他能够主动站出来认罪。谁干的？站出来！平时我怎么教导你们的？啊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吗？好，我现在数到三，如果再没人站出来的话，那我就把你们统统遣散回家。一，二，真够意思。杀！是他皮厚心大，不是打的人累啊！看您手下人辛苦了，晚上我请他们吃饭。你败坏校风，屡教不改，即日起开除学籍。逐出校门。
哎，对了，我在这厂里，我研究过了，原来你最适合就是做这个。怎么了？啊？你待会儿就业不好吧？我找他们算账。你以为你是李小龙啊？无聊的事别搞了，搞点意思的。我不会足球啊。篮球行不行啊？来，把它丢到那个桶里面去，丢进去哦，试试看。打球有时候不一定要赢的，如果打球是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，那不是更感人吗？好了，一边看球一边掉眼泪，一路为家打气，那不就是新闻价值了吗？不用玩了，身世是个谜，一边打球一边寻亲，温馨中带有噱头，就算赢不了球，也可以让学校大量曝光嘛。乔校长，你看这样子多好呆啊。他不但是一个校长，更是我们年轻人的典范，因为他将体育精神提升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，将我们中国人的校道发扬光大。村长，哎呀，我行吗？来来来，有稿子，交稿就行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我最亲爱的丽叔还有校长，希望可以赶快找到我的父母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打球。长的同意，谁都不可以加入球队的。他是谁？他们是篮球队，学校是有这种传统。你好，今天有那么多新闻界的朋友，就让他前来表现一下，没问题。啊？第一大学球队的传统，连校长也不能改变。方世杰是否如愿？现在找不到他人。队长叫丁伟，二十岁，四年级学生，一定要和队长单挑，只要进一球就算过关。方世杰是否能加入球队，仍是未定之天。怎么样，小妹妹，怕了吧？躲起来也不是办法。啊！勇不勇气啊？要不然这样子，肖杰投来给你看，白发白中，下去了。这样怎么打、啊？是他。
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让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老赵啊，就这样讲，请你们看报纸啊，真人版的《孤儿寻亲记》，精彩了吧？这次发财了啊！啊，就这样了，我办事你放心。好，挂了啊。又怎么了啊？神经病啊！干嘛要当那么大？这不对啊，你看，篮球孤儿惨遭球队队长迫害，标题上的好啊。很耸动，你不喜欢？你不要跟记者乱讲好不好？你要搞清楚啊！你不是姚明，也不是刘翔啊！人家不讲坏，报纸也会登啊！你是无名小卒，吃龙巴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不写你，不会登你的。人家要看你有新闻价值吗？不是关心你呀、啊！像标题不错啊，有噱头吗？啊，我懂了，你是怕其他人看到这个报道会整你是吧？那是一定的，因为你是天才嘛，天才总是认真妒忌的，无所谓了，红就行了，听话，乖乖去练球，快去了，乖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很不爽，如果你要打我的话，我不会还手。谁说我要打你？篮球场上流传的一句话：谁能掌握篮板球，谁就能掌握比赛输赢。你弹力很好，所以在场上你只要负责一件事情就好，篮板球。这很无聊哎，突然很准啊。百发百中。好。发出来了，练球。哎。哇，大哥，你吃错药啦？没有生病吧？这么早就来练球？我找到秘密武器。什么秘密武器啊？大学锦标赛可以拿冠军了？不可能了。前三名哦。你不要幻想了好不好？那八强总可以吧？那倒可以想想。一共也才16队，这么没信心。来来，走走，站长站长站长，来，坐，算算。喂，你好。我是那个篮球顾问方世杰的经纪人陈立，有些照片想寄给你们，地址是，好，谢谢。是阿杰，投篮超准的、哦。阿杰，他是肖兰，他是方世杰。他之前受伤了，今天才归队的。Hello， 丽丽跟我提过你，她在形容你是天才型的。真的吗？不过打球最重要是看球技，丽丽也说了，你的基本功不行。
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赢他吗？哎，有种就到这个比赛吗？啊，你要搞定谁是主角啊？下棋啊，对吧？记者拍什么手啊？好了，还拍？你们有没有搞错？知不知道今天组长是谁？嗯，你说阿杰啊？当然了，他是新人嘛，先让他在场边观摩一下。观摩个屁啊！他的奖就是发霉啊，快呀、啊！他说很想看你打球，我叫他等一下。我警告你啊，还剩最后五分钟，再不让阿姐上场的话，我就报警。让阿姐上场啊！我是阿杰，你吃饭了吗？阿杰，真高兴你打电话来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有个变态狂站在我家楼下已经一个多钟头嘞。嗯，变态狂？我已经打给我哥了，他也应该快到了吧？我手机快没电了。靠，这。喂。
队长，我都练那么久了，可以叫我扣篮吗？走路还没有学好就想学跑步啊？慢慢练。灌篮真的有那么难吗？如果我用轻功再加上水上漂的话，那应该还蛮简单的吧。先发的球员是后卫队长丁伟，张贵，中锋杨文，前锋肖兰，离人气鼎盛的没见过。新人呢？不指教。球场是残酷的，没有指教，只有尖叫还有惨叫。尖叫是给我的啊，好帅哦！惨叫是给你的，好糗哦，太残酷了。双方跳球。再次把气氛推到了最高潮。灌篮，灌篮，灌篮！
嗯，明年三月份。那算了，130万行不行啊？那钱还有那个什么？喂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访问我帮你安排，没问题 ，OK。我不想与你为敌，我希望你能够离开第一大学加入我们。你谁啊？我会是你后天的敌人，后天的冠军战，我们俩会是对手。那好，请坐着叫。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的外线投篮不管多远距离都能够投进，但是你的死穴就是只要有人干扰就进不了球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哎，我能改善你的死穴。我绝对队长。没错，打电话给我，考虑看看。哈喽，哇，好久不见啊。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你叙叙旧不行吗？哇，好极了，我们老朋友都在这里。后天我们球场上见了。喂，什么？大圣意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就是我。李天，两年之前加入我们球队的，跟你一样，一开始球技很差，却是个天才，对每个动作都过目不忘，很快的就成了队上的主将，整个人就变了。决赛前一天，他离开球队，还带走了大部分队上的高手。一路被我压着打，很辛苦吧？啊，其实女朋友也跟我好多。决赛当天战况非常激烈。最后两秒钟，第一大学还落后一分，但是可可却有两次罚球的机会。哦，极品人物啊！可可的情绪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最后一球从投出去的那刹那，大家都已经知道结果了。决定关键的时刻，最可怕的敌人终于出现，竟然是自己不断发抖的一双手。这次比赛之后，哥哥冲不过这个心理障碍，只有靠喝酒来逃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李天太嚣张。但是，我担心栗树会卖掉你。不会啊，怎么会呢？的话，后天就不能比赛了，知道吗？你是我一生最大成就与梦想，他们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可能卖掉我的梦啊？谢谢。谢什么谢？杀鸡取卵的事我是不会干的。不过他开的价嘛。还真有人，拜托，争气一点，不要让我后悔今天晚上的决定。
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认得他们了，全都是无赖，刚刚才在日本被罚了停赛。前你记不记得下午3:25你空中灌篮？只是我不想学你用头去撞篮板。你又能怎样？哎，你们都有朋友做的小动作，不是只有你记性好，你爽就好，但你们输定了。Thank you.
签的合同呢？新书都是合同啊，当然不行啊，球赛没打完吗？都是，喂喂。算你们走运啊，早也是一刀，晚也是一刀，不差这两天，让你们喘口气儿。老青年给我面子，我也没办法。不知道你倒霉，还是我走运。再见吧。走。一个下午在家发呆，在想什么？想我爸妈，他们好像要来。现在上门吗？感觉啊，奇怪的是，他们有来，为什么不先来跟我说说话呢？说了也是。还记得我吗？怎么样，还想来打架？福哥，我今天不是来找你打架的。前天那场比赛停电是因为我把电箱给劈了。原来是你，都为什么呢？不瞒你说，我跟毕天豪分家了，我一定要赌这口气啊！这场比赛我赌你们赢。哦，赌多大？500万美金。阿天，你看我带谁来？哎呀，是吧？谁你呀？我们都来了。哎，那边那俩都找到了。找不到。哎呀，阿姐，大篮球寻机，这种噱头也想得到，比连续剧还好看啊！现在报纸每天都有你。俺说俺是你师傅，人家还不信呢。哎呀，我想大家电视里看到了，看能不能帮阿杰一个忙，来场功夫篮球。阿杰是俺们教出来的最好的徒弟了。那阿杰的事，那就是咱们的事，对不对吧？是是啊是啊，只要不涉及违法、不道德的勾当，不管任何事，我本来就义不容辞的。不多谢师傅，你没听他说吗？本来义不容辞，本来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也知道，毕天豪收购了俺们的学校。说实在的，这么些年来，我们几个伺候那个乌龟王八蛋王彪，实在是够窝囊了。这份工作根本像是鸡肋骨，如果关系到人命，鸡骨头也要啃。但是为了个破香派呢，不吃啊哈。哎呀，连续剧要开始了，狐狸买串。怎么样？喂，我是。啊，没空啊，管你什么办法，没空就是没空吧。
心里面已经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。哭了，不要理我了。怎么可以不理你啊？我是不是很讨人厌？不会啊，活泼大方，你就是。怎么？没事。怎么啊？真的要听吗？嗯。你不能笑我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吃冰淇淋，但是每次都吃不到，所以为了冰淇淋，我可以拼了命。你就像冰淇淋一样。早知道不说。两个半残废，两个窝囊废，咱们等于是五个打一个。都不是学生啊，没资格参加比赛啊。哎，我刚刚帮他们办完转学手续，绝对符合资格。啊？有那么老的学生吗？
怎么样，小帅哥？我还以为是打的饿了。把你叫到这儿来，是有样东西要交给你。阿杰，爸妈在电视里看到了你，真的很惭愧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。好好打球吧，我们会在观众席上为你鼓掌的。师傅，叫你去干嘛？阿丽昨天晚上把这封信交给俺们的呀。怎么呢？就是俺改变初衷的原因。上进了。剩下三秒，
自由球就交给你跟肖了。来来来，再撑一下，再把劲，再把劲，加油加油，赢了啊！哎，加油！啊！我怎么那么贱呢？真的？你不是在笑吗？你笑啊！你没事吧？打你七寸静脉，让你血液到不了你的脚掌，来不及时机就到了吧？不怕。这全世界的盯着他，就看你了，阿杰，盯住啊！他已经跳不起来了，全力防止肖兰。执照，但是你们输了。不是，世间万物都是由分子构成，乾坤大挪移是用气将万物的分子打散，再将分子重组，在短暂的瞬间可以凝成时空停顿，甚至逆转时间。
传球。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篮球最爽的不是灌篮，而是大家的团结。哥，那500万不会忘了吧？谁要你瞎？你不要想过来。不来。在那边。好熟、哦，长得挺漂亮的。好像在哪里看过。当然了。嗯？给你师傅的不是？嗯？干嘛？啊？喂，不开心了？啊？我不相信你师傅会来，你师傅不来，你怎么会赢？你不赢的话，怎么会有今天？喂，走了是吧？好，走吧。反正找我路走。红了就这样，哎，我今天都会去尿尿吗？呀，我早就有点义气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我见到蕊叔长那么多肉，我就知道哇，重情义啊！请问方小姐是哪一位？王一万，他的亲生父亲就是杨家首富王一万。这个西装穿得蛮帅，怎么叫你亲家老爸？来，就这套。这个很贵吧？有多贵啊？不就这件衣服？哇，吓死人了，26000。哎，算了，那我送给你。送？算是最后一件礼物了。哎呀，今天你是穷光蛋了，明天你是有钱人的少爷，有用不完的钱，还需要人家送你礼物吗？对我真好，做人不能不天真了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养生树而已、啊、还有这个现在像我那么贪心的人多的是啊，以后有了钱别算算人家，聪明点快去试啊，你看吧，当然好了，那么贵啊，就是啊、哦、怎么会停在这里，停远就不行了，什么烂地方啊，简直是黑店，
我把弹珠留在你身边，方便以后相见的时候就会醒悟。儿子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？我当年生意失败，被一帮债主天天追着要打我，为了安全，只有丢下我最亲、最爱的骨肉，免得受到牵连。儿子，你过来，过来让我看看你。去，钱来了。去伦敦，我一家世界金融中心向全世界宣布，你将会是我的接班人。看你如今打彩的，小阿姐怎么不去找他呢？不同的世界，他有他的新生活，新的朋友。以后碰到面不要跟他打招呼，是吗？影响他的身份。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我去帮你准备些吃的。一个人喝酒，92+94，错，是02+92，很贵的。你不是跟你老爸去伦敦吗？这里比较适合我。少过。为什么？为了一个人。
那个人半哄半骗让我去打球，我心意想让我成名，当他的摇钱树。我知道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把他所有的希望放在我这里，也改变了我。我不可能离开他。你说那个人天生是个倒霉鬼，你别急着说，在他人就不想做的时候，他碰到个小鬼，这个小鬼让他找回做人的乐趣，做人的尊严。谢谢你。我可以继续留在你身边打球吗？还打球？当然没用啊！参加奥运，我就会帮你报名。跳高、跳远、标枪、丢铅球、撑杆跳，我找去找个拿全面金牌。射箭你可以？真的吗？当然，你有功夫吗？这样，我有功夫，我差点就忘了，我还会游泳哦。光做代言人呢，就可以赚几千万。来，为我们这个发财大吉，干杯！干杯！你赚大钱以后，你还可以拍电影、做明星、做歌手，人生就好了，赚发财了！有空带你去太空旅行，太空我们就有口水喝，嘿嘿，有很多的对。就这样，我打球寻亲的故事告一段落了。四位师傅一战成名。但是在大战前跟王彪校长的那段恩怨情仇，你们好像还没看到啊？我原来你就是天下第一神拳啊！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俺就是找这么个机会啊，跟王彪校长那么切磋切磋，那么要是俺输了，马上就弃暗投明。太好了嘛，那太容易了嘛，王校长。不行不行，我已经发过誓，退出江湖，永不出手了。好，那咱们球场见啊！走走。王彪，你要再推三阻四的话，你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站住！谁先过来受死，我马上成全他。呀！好歹咱们也相识一场，下手轻点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下正手的，我会下毒手。至于丽丽呢？她终于开口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要带我去吃冰淇淋啊？